撑开伞，哇，有猫咪、蜜蜂等图样造型，超级亮眼，颠覆以往伞布只有素面的刻板印象。维吾国际参加县府 SBIR 辅导计划，积极转型，也解决传统制伞用拼接图样的困境，发明核心技术一片伞，年销售量约800万件雨具类商品。也很谢谢县长，然后除了他答应说在行销上面全力的协助我们以外，结合我们文化局的新竹县文化局的一些相关资源，可以在行销上面给予我们一个协助。精美的图样，同样参加 SBIR 辅导计划的合隆兴业，主要生产及销售瓷砖建材为主，透过艺术陶瓷板研发，将竹县艺术家们的创作完整开发成优质高机能的艺术生活化创意商品。纸软件的东西呢，把它展现为我们的硬体的这个陶瓷的产品上面，把文创的产品能够发扬光大，配合我们一线九亿三乃福观光的景点，再配合文创的产业的一个链呢，能够打造出更亮丽的一个绩效。秀县秉持辅导县内中小企业创新转型，并积极投入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总补助金额约5000万元，激起厂商研发创新与价值创造的精神，要与这些企业共同打拼。